欢迎收睇益智呢分钟，我系 Miss Lee。今日我哋会学习另外一个国际音标。我哋一齐睇下今日嘅音标点样写。呢个音标系一个开口 C 同埋一个大阶 I 所组成嘅。个开口 C 好似厕所板，发音是 O， 大阶 I 好似哑铃，发音是 E。 听我讲个故事俾大家听啊。呢个爸爸带住仔仔一起去厕所，佢哋入到去厕所，揭高个厕所板，发现里面竟然有个哑铃。于是两父子就一起好惊奇咁样，喂就一声啦。今日我哋学嘅呢个音标嘅发音就系 oi。听我读多一次 ，oi。益智仔，等我考考你啊！一齐睇下今日嘅问题。两父子揭高个厕所板之后，见到啲乜嘢呢？答案就系哑铃。等 Miss Lee 俾个 tips 你啊！厕所有哑铃。惊奇地爱，今集的时间又到了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